盆是刮了石油的。我听过试验者跟我讲，这个水很好用，我就叫我的表弟，哎，我们去那边买石油嘛。他跟我讲啊，过后他就跟我讲要来了。我就叫他的儿子就弄水给我们喝，一直是跟那个水给我们喝。其实我是不相信啊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我老公有糖尿病嘛，前年还有雷射那个眼睛。我到6000多都没有看到你，我就到那个我有看到那个他们在讲2个小时啊，喝5杯水啊，糖尿会减。我就回家咯，我喝2杯我就回家了。我拿给我老公说你喝喝看，他你的糖尿会下吗？下午我3点多，他本来是吃饭啊是10多点的，过后他听我讲了、啊，他喝5杯，真正的2个小时他喝5杯了。过后他再去检他的糖尿，哎，7.8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过后不要紧，你到2天你再看一下啦。过后到2天他就检了，我回来的时候是把晒了，我再看报纸，他一直跟我讲，哎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哦。我今天听到5.8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在哪里？我给你拍。他说没有。没有，不如你再过2天再我再跟你拍了。过2天过后我再跟他拍，你再剪我看一下。5.4哦，啊，5.4我就跟他拍，5.4我就跟他拍了哦。过后再过2天，我再叫他你再试试看看几号，什么你的糖尿病增加吗？4.7哦，下了这样多，我怕的，我说哎你有晕吗？他说没有。你在吃糖果还是葡萄干还是红枣吃一点下去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晕，我怕哦，我在晕倒。我说没有事，我刚好我的儿子来啊，大儿子来，他2年了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你有这样瘦，你有糖尿病吗？他说没有，我没有糖尿病，我没有去检啊。我说你爸爸检了4.7哦，你跟我检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叫你爸给你检一下，17点多啊。哦，你儿子？哦，大儿子。他不相信我，那你水拿去喝，正当我装了很多水要给他给人家的，统统拿去哦。我说妈，打电话了，妈，我一直喝，口渴哦。我就问雅思哦，雅思跟我讲不要紧，那个口渴是好事的啦。他因为那个细胞啊不过水了，不过水分，他一直口渴的。今天他做很多嘛，拿那个水来，他再冲。那个鲜水要给人家，应该是他有好转了、啊。我叫他再接一点，看你有糖尿有没有减一点。可以，很好的，可以。谢谢，也是学姐鼓励我们。谢谢。